冲水人多不多？全是买菜的。 都在买东西购物的，啥都没有了，封城了，封城了，封城了，你看，要封城了，封城了，八点封城，八点封城。我靠，要封城了，大家来抢菜了。 没有菜了，空了，已经卖空了。 封城了，啥都没抢到，这是我们战利品，就只抢到一袋米，好可怜，我菜都没得抢到。乌鲁木齐又按下了暂停键，你们抢菜抢不到。干火锅的，你看我们菜吃都吃不完，等会儿吃火锅。 北京时间上午8点，乌鲁木齐执行临时管控。我前两天刚好买了今天的机票，所以凌晨3、4点钟就马上前往机场，一路都打不到车。到了机场才发现我不是来的最早的，人山人海，都想在管控前能够回家。 实在是一片繁忙啊！
化草，全都是人。看看乌鲁木齐机场。现在最新消息啊，乌鲁木齐8点封城，静态管理。现在让所有人哈、都赶往机场。哇，现在在乌鲁木齐机场，乌鲁木齐市今天早上8点开始那个封控哈、静态化管理，所有人员不得出。那我们手上呢有一张，昨天抢购的一张弥足珍贵的机票，是下午的航班，但是现在不知道能不能按时起飞，不知道能不能顺利的回家哈。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贵宾厅哈，人满为患，去哪儿算是会员，这么十几年的会员了哈，第一次感觉到实惠。虽然这里也人满为患，但至少有地方坐，有水喝，可以充电，还有快速安检，不错不错。早晨6点，通知我们新疆乌鲁木齐实行静态管理，脸都没洗，买了一张站票，50个小时，必须回家。这个厦门的老板16000块钱来乌鲁木齐干一晚上，16000来回2万多，走了，他们买了4点的飞机走了。